冯提莫凭借着甜美的长相和姣好的身材被网友戏称为宅男女神，可见在众多男生心目中她多么受欢迎了。冯提莫人美歌甜，身材娇小，所以穿起衣服来更是显得娇嫩可人。这次冯提莫出席活动，穿着轻纱露背裙配高马尾，29岁依旧甜美，不愧是曾经的斗鱼一姐。可以看到冯提莫身穿一件奶茶色的轻纱吊带裙，在上身拼接蓝色的轻纱，带来视觉冲击的同时也营造出清爽甜美的风格。低到腹部的衣领秀出大面积白皙的肌肤和精致的锁骨，不带任何配饰，分分钟成为视线的焦点，赚足了眼球。把头发扎成小麻花辫，更添一丝丝公主味道，青春又减龄。大大的裙摆看起来飘逸又有仙气，也衬得冯提莫的身材更加修长了。当冯提莫侧身面向镜头，网友更是被美到了，这身材简直就是女神嘛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